你有多久没有紧握父母亲那双粗糙的手？你有多久没有跟家里的老菩萨说一声我爱您？让我们写下真心，把最真挚的感恩与关怀送给全天下的父母与老菩萨，让全世界都知道。2009年法鼓山关怀老菩萨写下你的爱全球短文征稿，即日起到9月11号为止，不限年龄、国籍、种族及性别，人人都可以投稿，不限投稿次数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详情请上法鼓山全球资讯网 www.ddn.org.tw。